说够了，掩护我，老兄，大家都到了。 我们赶紧把事情办好吧！步行前进，我们绕过去找找有没有其他入口。洪大酋长之力，很高兴有你罩我，我不喜欢卡尔洛斯手下的眼神。整装上坐骑，准备出发。哎，等我，我也不喜欢那群白痴。 罩子放亮点，斥候回报说，在这些洞穴里有古老的法术，大酋长想要调查一下。根基，掩护我，老兄。那些萨乌洛克在守护洞穴，我们来对付他们。罩子放亮点，掩护我，老兄。罩子放亮点。 等等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是一只蜥蜴怪物。上啊，以前对付过这种家伙，他们空有武力，却没什么脑袋。我们能把这台船开进去，是要让我做一些调整。 然后大功告成，一台自动推进的萨乌洛克屠杀机器。一个去固炮台，其他人不行。杀死所有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别让那些野兽靠近船。 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别让那些野兽靠近。别让那些野兽靠近船。 在这里守住船，其他人跟我走。
这里像是个孵化室，好一只丑陋的怪物。这些东西有点不太对劲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大酋长发现魔骨跟这些生物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。食人妖，你应该懂这些五毒术的玩意儿，看看能发现什么。五毒术，调查的时候掩护我。在这里进行邪恶的黑暗魔法，那些萨乌洛克可不是自然生物，他们是被制造出来的，用血肉雕塑出来的。这一定是最黑暗的魔法了，老兄。就是这个，塑造血肉，创造战士的力量。这就是大酋长要的。卡尔洛斯想要当神，创造怪物，这可不是部落的宗旨。他知道你是叛徒。有什么事吗？救大酋长会消灭他所有的敌人，神力。大酋长终于露出真面目，这就是部落选择的路，残杀同胞。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有事，我需要你帮忙，回去找大酋长，告诉他我已经死了，待在他身边监视他。你跟我联手，等时机成熟了再一起干掉他。其他像我这样的人，你得找到他们。法师，跟我一起立下血誓。